咱可以养步子，怎么样？是。你哪儿的？哎，你轻点。古兰大姐把钱还给我了。你这人怎么那么贼啊？古兰大姐还你钱了，你也不知道给我开工钱，给我工钱。哎，你不是说的要入股吗？咨询你想拿钱，你到账上提着钱，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呗。你就那么想养步啊？啊？ 你染布做什么呀？哎，到时候我要染出布来以后，你跟大妈，你们想要什么样的，我给你们染上边。真的？啊？哎，怎么了？你喜欢什么颜色的？我喜欢花花绿绿的，五颜六色的。你会染吗？五颜六色怎么染？ 行，我到时候给你染。行，那工钱我就先不要了。那咱们可说好了啊，只要以后你染的布，我跟我姐随便挑，随便拿，行不行？行，说到做到。行。哎，小妈，干嘛？橙子你看见了吗？见着了，我不但见着橙子了，橙子跟我还可亲了。对了。 古兰大姐还夸你来着，说你又勤奋又好学。那是我都会一百多个字了，我还会写呢。你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都好几个月了，你才会一百多个字儿，就那些个字儿，不到一个月我全都给学会了。这谁呀？把东西乱放，是不是你干的？ 这哪来的呀？不知道。那不你过生日吗？我就送你一个生日礼物。切，小叔子。啊，你就脾气急嘛，给你一个小叔子，让你舒舒心。王满仓，你还挺有心的嘛。 我挺喜欢的。